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第十六讲遗产税的重要规定跟实务。那今天呢讲次的话呢是要先从遗产税跟赠与税的概说开始谈起。好，那遗产税跟赠与税它的一个税制的一个基本精神是什么，它过去它的一个严格，还有今天它的一个税制的差异的最大在什么地方。在第二个呢，遗产税纳税义务人规定，在第三个呢，遗产税如何计算，哪些需要纳入遗产税，哪些是要从这个遗产税的这个税基中减除，那税率又是多少。那这些特别的规定，还有说实务的一些实际的案例，也会在今天的讲之中跟各位谈清楚。好，先从呢这个遗产税的这一个税制概说开始说起。那首先遗产税它是要科什么东西？遗产税它是要科什么东西？那遗产税的税捐课题呢是继承发生时这个财产的移转。因为继承而发生移转的事实，财产移转的事实，那这个就是遗产税的一个科税的对象，以继承时的所有遗产作为科税的对象。那赠与税呢，赠与税的科税课题是无偿移转财产的行为，那未必是一般所谓民法上称的这个赠与，一般人理解的赠与未必只有这样子而已，还有包括一些实质上有发生赠与效果，但是并不符合名义上并不符合赠与的一个行为，这是属于赠与税要科税的范围。不过这是属于第十七讲，还会再跟各位介绍。那再来呢，遗赠税的立法目的过去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在民国六十二年遗产税改成遗产及赠与税的时候，当初的立法目的是为了重视财富重分配，所得重分配的一个效果，所以最高的累进税率可以到50%。但是在98年1月23号之后，98年1月的时候呢，这个遗产及赠与税这个变更了它的一个基本的课税精神，从原本累进税率可以到50%，但在98年1月23号之后改成适用10%的单一税率，10%的单一税率。那之所以改成10%的单一税率，其这个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希望呢促进资本运用的效率，那促进资本的累积，那同时呢希望呢这个国人在海外的资金能够汇来台湾，然后呢让台湾的这个经济能够蓬勃发展。那这是当初的一个这一个在98年1月的一个立法的一个精神。但是这跟过去在62年的时候这个立法精神是差的非常多，从一个注重这个财富重分配，改成呢促进这个富商呢富商这个家族呢可以进行财产的家族财产的一个传承，所以导致了呢原本可以这个消弭这财富重分配的效果是完全没有，甚至10%的一个税率，相对于所得税的5%-40%的一个累进税率来说呢，相对应低了不少。那是所以导致呢，这个很多这个海外的钱呢，就是汇回台湾。那汇回台湾没有一个投资管道，就会集中在不动产上面，间接的使得不动产做不合理的涨价。这个是一个有相关联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大家可以理解说，其实这个遗赠税今天跟过去其实是有完全不同的面貌。那当然呢，这个不同的面貌之下呢，这个也可能会有一些相对应的这些社会的奇怪的一个现象会发生。好，那再来我们跟各位谈是遗产税的纳税义务人规定。那首先要先跟各位提的是遗产税的税制，它有分为总遗产税制，这个跟分遗产税制。那分遗产税制一般所谓继承税，我们台湾是没有采继承税，继承税是说今天我每个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的那一个部分来去科遗产税，这叫分遗产税制，也叫继承税制。但是我们台湾是采取总遗产税制，类似美国。那就是说今天呢，凡是居住在中华民国境内的中华民国国民死亡时已有财产者，要就境内境外的全部遗产来去课征遗产税，这就是总遗产税制，是全部的遗产来去课征遗产税，不是个别继承人他继承的份额来去计算他应纳税，而是全部的继承人，全部的继承人就他所可以继承的遗产来去计算到底要纳多少的一个遗产税。
所以呢，在总遗产税制底下呢，就会产生所谓的属人服于属地主义。好，这跟综合所得税不一样，综合所得是属地兼啊这个服于属人。那刚好这个遗产税跟赠与税是反过头来，属人为主，属地为辅。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表。好，那如果是先看身份哦，经常居住在中华民国境内的国民，好，他是采取属人课税主义，也就是说呢，境内境外的遗产都需要课遗产税。那同样的，针对境内境外的赠与，也都需要课征赠与税。那如果是呢，好，非经常居住在中华民国境内的国民，哈，那则是针对境内的财产、境内的赠与才去课税的。那如果你不具备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资格，那也是一样适用属地主义，仅有境内的财产还有境内的赠与才会去课这个课税。那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这个遗产税跟赠与税它其实是针对全球，原则上针对全球来去课税的。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富商啊，在1997年的时候过世，好，那他缴的遗产税就是史上最高的。但是呢，按照这个新闻的报道呢，他申报出去的遗产呢，只有针对境内，好，没有境外。那这一点的话呢，好，就值得去后续可以去了解说，哎，为什么只有申报境内没有申报境外呢？难道境外真的没有财产吗？那如果境外有财产的话，当然也是属于中华民国遗产税可以课税的范围。好，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啊，遗产税的纳税义务人啊，那遗产税纳税义务人呢有三个啊，第一个要看有没有啊遗嘱执行人啊，那有遗嘱执行人的话呢，就是这个遗嘱执行人做第一顺位的纳税义务人。那什么叫遗嘱执行？遗嘱执行怎么产生呢？啊，是依照民法的规定，哈，遗嘱有分为自书遗嘱、口授遗嘱、公证遗嘱。那如果在死亡之前，你透过自书的方式自己写一份遗嘱，或者是说透过公证人去公证一份遗嘱，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说请别人来帮你代笔或是口授的话呢，你只要成立一份合法遗嘱，上面指定某某人做遗嘱执行人，那么他这个遗嘱执行就后来就变成纳税义务人，就遗产税纳税义务人。那第二顺位才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没有遗嘱执行人的情况下，由继承人或是受遗赠人来去做纳税义务人。好，这是一般了解的继承人做纳税义务人，这其实它是第二顺位的，好，并不是第一顺位的。那什么叫受遗赠人呢？就是遗嘱里面指定一个非继承人也可以取得财产。好，例如说呢，某一个富商他在过世之前有写一份遗嘱，他们就写说他某个同居人也可以接受一部分的，比如说1000万的现金的这个遗赠。那这个同居人他不是配偶，那不是配偶，但不可以做继承人。那不可以做继承人，那怎么可以拿到遗产呢？透过遗嘱来指定遗赠，好，这个受遗赠人。那只要接受遗赠，他也是纳税义务人。即便他接受遗赠，并不是好跟一般的这个其他的继承人相比来说比较少，他还是负担完全的一个纳税义务哦。好，在第三个呢，在没有遗嘱执行的情况之下呢，是遗产管理人，或是没有继承人的时候呢，也是遗产管理人。这时候遗产管理人则是由法院来去选定，好，法院来去选定。例如是说所有的继承人全部抛弃啊，好，那所有继承人全部抛弃的话呢，那就是由法院来指定遗产管理人，然后来去决定，好，他如果有应纳税的话，就遗产管理人代为履行这个应纳的义务。好，那我们等一下呢，继续从遗产税的好这个国籍还有经常居住的要件来谈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讨论什么是哪些人要适用这个属人主义，哪些人适用属地主义。那从属人跟属地来说的话呢，第一个你要看在中华民国境内有没有居住的事实。那什么叫居住的事实呢？第一个你有没有在设定户籍，死亡事实或赠与行为发生前2年之内在中华民国境内有住所者。好，那什么叫住所呢？通常是设定户籍。好，那第二个的话呢，如果呢你死亡前2年内在台湾没有设户籍，但是你呢居住超过365天，那也算是属于要适用属人课税主义的情况。好，那当然是前提是你必须要具备中华民国国籍才行。好，那再来要去谈的是遗产税的一个计算。
那遗产税的计算，遗产税计算的话呢，它因为遗产哈，这一个项目非常的多啊，那各种财产的一个课税标准可能也都不一样，所以呢，我只会挑重要的啊，跟实务比较会发生的来跟各位说明。第一个，财产估价的原则，死亡时，哦，以死亡时这个时点来去算哦，它的一个这个价值。那什么叫死亡时呢？当然是以这一个这个死亡证明书上面所记载的时间为准。好，那医生的话呢是诊断证明书，他们也上面记载这个死亡时点。那以赠与来说的话呢，以赠与的时点，那通常来说的话呢，死亡的时间是没有办法去选定的。好，除非在特定的场合，好，是死亡时间原则上是没办法选定，那赠与时间是很好自己选定的。那如果说有一份财产，不管是遗产也好，或者是说赠与也好，那有一个财产它是会变动的，随着时间会变动的。例如说是有价证券，好，例如说上市股票。那如果说今天是属于一个这个股市比较恐慌的时候，它的股价往下跌，一直跌，跌到低点的时候，在低点的时候进行赠与，好，或者是说你设定信托，那就是以低点的价格来作为课税的依据。即便后来呢价值往上升的时候，也不会再去补征遗产税或者赠与税。好，如果你这个刚好死亡的时点就是在这股价最低点的话，就是有点像是下好离手。好，所以说在这个各位可以注意呢，如果是股市到低点的时候，可以发现很多上市上柜公司的老板都在抢着办赠与跟办信托。好，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去观察的事实。那再来呢，不动产，好，不动产的实价，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哈，这个遗产税和赠与税的一些规划，大部分的一个合法的规划都是利用这样的有不动产的一个课税实价跟市价的一个差距进行所谓的规划。好，不动产的实价的话呢，土地是以公告地价的，不是，对不起，不是公告，公告限值，土地的公告限值作为一个课税的依据。那房屋则是用房屋评定价格，那房屋评定价格是在地这个房屋税税单上面会有记载一个房屋的评定限值。这两个价值加起来的话呢，是就是它的一个不动产的课税价值。那就大家的了解哦，这个土地的公告限值其实跟市价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通常来说是大概是40%或者是30%，在都市的话大概是这个20%、30%、40%都有，但是在乡下的话呢，那可能是50%或60%。所以说，如果今天好，我用现金去买一块土地，这块土地的话呢，假设是5000万。好，市价5000万，但是课税价值只有2000万而已。那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在死亡前的时候做一些不动产的投资，那就可以在遗产税上面进行，就产生一个合理的税捐，这个节省的效果。好，所以这是很多这个很多人采取的一个这个规划的一个途径。好，那再来呢，实务上面还会遇到的就是说，好，一般来说，这个赠与生前的赠与，你赠与出去就不是遗产啦，但是呢，遗产及赠与税法第15条特别规定，死亡前2年内的赠与是要被拿来进入遗产才去课税的。好，这跟一般人的了解不太一样。好，一般的了解的话说，只要是所谓遗产是以死亡当时名下财产作为课税标的嘛，对。但是在遗产及赠与税法，他担心说哈，很多哈这个有钱人，在死亡前为了规避所有的遗产税，所以在死亡前特地的进行一个生前的赠与。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所以在死亡前2年内针对特定亲属的赠与就会拿进来。那所谓的特定亲属指的第一个是配偶，那配偶的赠与的话呢是免税的，但是如果是在2年之内的赠与的话，就要被拉进来做遗产课税。第二个呢就是各顺序的继承人啊，第一顺序继承人叫卑亲属啊，之前卑亲属就是孙子女跟子女，第二顺位的话就是父母，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第四顺位的话呢就祖父母。你如果是生前有对这些亲属作为赠与的话呢，那还是必须要在2年内拉回来，好，2年的赠与被拉回来做遗产去课税。还有呢，赠与的对象如果是这些继承人的配偶的话，也要拉回来。所以范围非常的广泛，好，范围非常广泛。那以实务来说的话呢，用一个例子来说，跟各位说明哈，这个案子是真实发生的哈。那今天有一个先生呢，好，他在生前2年内呢，把他的8600万定存单从自己的名字改成太太的名字。好，这个甲跟乙的话是夫妻关系。好，那当时呢，好，他变更定存单的名字是甲乙的话呢是夫妻关系，所以呢，国税局即便认为这是赠与，也不能够去课赠与税。不过在这个变更定存单之后的2年内，甲就过世了。
那甲过世了之后呢，这部分属于两年的赠与就必须纳回来做遗产课税。那因为甲的家族的话呢，他所适用的一个税率比较高，所以加进了这个8600万，这8600万就加进去就直接要课50%，所以就要课4300万元的遗产税。好，遗产税就要课4300万。然后呢，国税局进一步以他说漏报遗产为理由，再加罚一倍。所以合计起来呢，补税加处罚那一张定存单就飞了。好，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所以让各位了解说，这个申请两年的赠与是在一般做遗产税申报的时候很容易忘记的一个项目。再来呢，哪些的这个遗产总额是要去被记录的，哪些不能记录？不能记录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公益捐赠。这个公益捐赠比较特别一点，不只是生前的公益捐赠本来就不是遗产，那死后的公益捐赠，死后公益捐赠的话呢，当然不是被继承人，就过世那一个人去捐的，而是这一个继承人再去捐的。那继承人在死后所进行的公益捐赠也可以从遗产中把它减掉，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规定。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规定本身。那捐赠人的话呢，是说遗赠人、受遗赠人或继承人。再来呢，这个被继承人捐赠的话呢，是这个可以透过这个指定受遗赠人跟继承人跟被继承人将继承取得财产去做公益的遗捐赠，就是你继承之后再去做公益的捐赠。那重点是受赠的对象，那不只是各级政府，还包括公立、私立的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关。换句话说，私立的私人的财团法人接受这个死后的捐赠，也可以从遗产中的税额中把它减除掉。那曾经发生过一个案例呢，之前有一个台湾首富，他这过世了，他过世两年之后，那个他的一个继承人用继承自己的名义去进行这个遗产的公益捐赠。那这公益捐赠金额大概是10亿元左右，20亿元左右，所以当下似乎就大概省了10亿元的遗产税。那他捐赠的对象呢，其实就是他们家族集团的一个遗愿。好，这曾经发生过这个例子。好，接下来跟各位谈的是保险金。那这个保险法第112条的规定说这个死亡时如果有指定受益人的一个保险的话，人寿保险的话，它的这个保险金是不计入遗产的，不做遗产的。那所以呢，遗产及赠与税法也特别规定呢，约定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给付所指定之受益人之保险金额，也不用纳入遗产课税，所以一并的一个规定。那但是呢，这个也产生很多税捐规避的一个空间。因此呢，这个稽征机关跟法院在判决的案例里面都已经指明了说，如果是正常分散风险消化的损失的一个保险行为，例如说意外险，例如说这一个死亡的寿险，那就是符合这个免税的意志。那如果是这个保单呢，它是一种投资性质的、储蓄性质的、趸缴性质的，那就不符合这边的免税的意志。那这边我用一个案例来去说明，有个实例来去说明。今天甲呢，这个在1997年3月10号的时候，这个过世，生前在1994年的时候，他去买了保单那呢有用指定他的儿子作为受益人，那这个每年都缴300万那一年都缴600万，那总共呢缴了两期，缴了600万之后他过世，那乙就主张呢，在申报遗产税的时候，他主张这不是遗产。理由是说呢，他这是一个死亡的这一个有受益人指定的保单。那法院是认为说，这个保单呢是具有投资性质的，是具有投资啊，他审核这个保单内容觉得有投资性质，所以呢，这个保单价值他保费缴600万，那保单价值500多万就计入遗产去课税。好，这就是曾经发生过一个案例。那等一下的话呢，我们来讲下一个不计入遗产的课税项目，就是公共设施保留地，还有这个道路的用地。好，实务上面呢，这个不计入遗产的项目，还有个道路用地跟公共设施保留地。那道路用地的话呢，指的是说这个无偿公众使用的土地，无偿公众通行的土地，经过地方政府这个划定，而且经过证明的，这不用作入遗产课税。那再来就是公共设施保留地。那公共设施保留地的话呢，它是呢因为继承或者是配偶这个赠与之间所谓的遗产跟赠与的话呢这个继承跟赠与的话也是不计入遗产来去课税的。
所以公共设施保留地它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种土地，它呢没有办法，它是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呢它的一个公告限值往往是高过于它的市价的，一般都是市价高过公告限值，它是公告限值高过这个市价的。那为了补偿这种市价，这个市价上的损失，所以他就特别规定说，公共设施保留地继承赠与是不用去课遗产税跟赠与税的。但是也造成了公共设施保留地有很多的税权漏洞。那稽征机关也把一一把它填补起来了哈。好，那再来要跟各位谈计算的部分，要谈免税额扣除额的金额。那基本上呢，免税额是1200万，在这个98年1月份之前是只有700万而已，现在是调高到1200万。那如果是军警公教人员啊，这个因此执行职务死亡的话呢，则是加倍计算到2400万。不过如果有军警公教人员，他扣除了2400万之后，还要去课遗产税的话呢，很明显的他的财产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因素需要去调查。再来呢，好看表列哈，遗产税的扣除额有哪些？好，在我是只举98年1月23号之后，好，配偶扣除额445万，直系血亲卑亲属的扣除额是每人45万，好，那这个父母扣除额则是111万，好，那如果这些哈，直系血亲卑亲属哈，父母哈，配偶这些有残障的话呢，那就是还可以每人再加计557万。那如果受抚养的这个继承抚养的兄弟姐妹的话呢，还可以哈，还有祖父母也可以在每人扣45万。那在这边还必须要说明的是说哈，直系血亲卑亲属的扣除额啊，那如果是未满20岁的话呢，还可以再加计每年45万。以我来说的话呢，我有个女儿3岁，所以呢，她本身可以扣45万，但是她3岁离20岁有17个年度，所以又有17个级数，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呢，相当于是810万，她的扣除额不是只有40万，而是加起来是810万。那再来呢，好，农业用地做农业使用，遗产中的农业用地做农业使用是不计入遗产课税的，不过呢，她必须要列管5年，这5年呢必须做农业使用。那如果被查到没有做农业使用的话，他会通知他回复做农业使用。那如果逾期还没有做农业使用，就要追缴税负，好，追缴原本应该纳的遗产税的税负。好，再来呢，这个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也要减除的。那民法第1030条之一有规定，啊，这个在夫妻哈，这个离婚、死亡或是变更财产制的时候，这个时候夫妻呢可以。好，这个妻最主要是妻啦，可以对夫针对婚后财产增加的部分去进行平均分配。那这个部分的这个民法上的债权可以列在税法上把它减除，列在遗产税上把它减除。好，那这个用一个例子来说哈，王姓富商在97年10月份过世了，那国内呢核定的这个遗产呢将近600亿，那他的原配呢？好，他原配呢？好，他可以行使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那这个时候呢，遗产呢就直接少掉1/2，也就是说，应税遗产从600亿变成了300亿。好，正确说法是297亿，正确数是297亿。所以最终核定的应纳税额呢，只剩下119亿，减除掉一些扣除和免税额的之后呢，只剩下119亿。所以他们最后是只纳119亿，600亿的遗产只纳119亿。好，所以并不是像一般所了解的话，这600亿只扣50%，300亿不是。好，他因为有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所以能够课税的，能够课征遗产税也只有600亿，其中300亿。好，那减除一下免税额扣除额之后，只剩下119亿要纳税。再来呢，我们具体用一个案子来去计算，哈，来去计算这一个，哈，这一个遗产税，哈。那这个例子是呢，哈，有一个老先生，他名下有一些财产，第一个土地跟房屋，哈，就是土地加房屋，哈，公告价值呢，哈，公告限值的是800万，市价是2000万。那这边大家注意哦，不是2000万计入遗产课税哦，是800万。再来，这个银行存款1000万。银行存款1000万，那就是用1000万去计入遗产。那上市股票700万，则是以死亡当日的收盘价来去计入的。好，死亡当日的收盘价来计入。那如果死亡当日之后的30天之内价格产生剧烈变动的话呢，则可以是用30天之内的均价。好，30天之内的均价。好，那它的
这个 家庭情况呢，有配偶，所以他有这个440万的免税额，还有两位成年子女，他是各40万，但其中有一位是重度智障，利用残障手册的，所以还给他加计557万。所以呢，我们算一下哈，先看遗产总额哈，这个是多少？房屋、土地跟这个银行存款哦，还有股票。那这个市价来说的话呢，哈，房屋的话是2000万，那这个现金是1000万啊，那股票是700万，加起来是3700万市价。但是呢，房屋跟土地的话是用公告限制去算，所以就少掉1200万，所以是课税价值只有2500万，所以遗产总额是2500万。那再来呢，好，这个减掉免税额，好，扣除额的话呢，这样加总起来的话呢是1203万，好，是1203万。其实包括是说配偶扣除额445万，直系血亲属、非亲属呢，扣除额的话呢是45万乘以2，然后呢再减掉残障扣除额的话，还有一个丧葬费用111万，所以总共加起来呢，哈，这个呢课税门槛是2403万，2403万。那遗产总额2500万，减掉这个课税的门槛，哦，加计这些免税扣除额的门槛是2403万，所以最后呢应纳的税额是。好，应纳税额是这个九十七万乘以10%，好，九十七万好乘以10%，也就是那九十九万7000块钱。那用这个例子的话呢，最主要就跟各位说明，如果你今天继承了一个遗产，这遗产算一算的话，以刚才市价来说是3700万，那你最后实际的应纳的税额只有97000块钱。所以以这个案例来说的话，你其实没有所谓的税捐规划的一个必要，甚至说你今天只要是很单纯去申报完缴纳一个将近10万块钱的一个遗产税，这样子就没事了。所以呢，更加的证明说遗产税在今天的一个背景之下，它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得到的。那统计数据显示说，100件申报案件来说的话，只有3件会被课税。好，只有3件，好，甚至是不到的，越来越少的，好，甚至1%的案件才会被课税。所以呢，更证实的说，这遗产税经过这个高额累进之后，这个高额的免税额的变更之后，它属于是一种富人税。那我们各位可以扪心自问啊，那这个遗产税对你有没有适用？那你的家族遗产好有超过5000万，那可能还会有适用。那如果没有超过的话呢，那就是只要去注意下一个章节。好的课题，下一个章节是赠与税，所以相形之下，赠与税可以算是在这一个生活上面比较实用的一个税目。好，生活上比较实用的税目，特别是说每年的免税额是220万，这220万如何的合理应用？那实务上面来说，有关于赠与税还有一些争议，就跟一般人所设想的不太清楚的，就是说一般的所谓的赠与都是一般是直接的财产的一个移转，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是间接的移转的话，一般人认为说这个间接移转又不是直接赠与，那不用课税。但是呢，遗产及赠与税法第5条有6款的以赠与论情况，例如说爸爸帮儿子还钱，或者是说呢，爸爸帮儿子自残，或者是未成年的儿子名下一大堆财产，那稽征机关没有查到有个赠与的事实，但是按照一个以赠与论的规定，或者是推定的赠与的规定，他都可以去把它当作遗产，当作一个赠与来去课税，当作一个赠与来去课税。所以呢，这是在实务上面的操作跟一般人的设想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产生很多争议，那这个争议就会产生很多讼争。其实这些争议跟讼争其实不必要的，你要先了解的规定，了解实务操作方式，你其实就能够避免。那下个礼拜我们七从赠与税开始讲起，谢谢大家，谢谢。